文如是，一时佛游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悦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忠实不杀，会施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。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，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沉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，具足教老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。闻如是，一时佛游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悦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忠实不杀，会施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。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，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沉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，具足教老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。闻如是，一时佛游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悦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忠实不杀，会施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。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，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沉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，具足教老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。闻如是，一时佛游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悦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忠实不杀，会施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
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；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，讲论遂意。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，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食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世虽快，法师为最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沉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游舍卫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，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未曾另觅，遭执盛世捐荣礼道，是四雅行。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师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；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，讲论遂意。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，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食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世虽快，法师为最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沉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游舍卫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未曾另觅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。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师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；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，讲论遂意。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，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食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世虽快，法师为最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沉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游舍卫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未曾另觅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。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师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；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，讲论遂意。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，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食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世虽快，法师为最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沉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游舍卫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
不才于夫所不好乐，何等为似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。不才于夫所不好乐，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师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富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生命。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沉住。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奇树之缘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。不才于夫所不好乐，何等为似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。不才于夫所不好乐，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师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富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生命。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沉住。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奇树之缘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。不才于夫所不好乐，何等为似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。不才于夫所不好乐，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师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富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生命。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沉住。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奇树之缘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。不才于夫所不好乐，何等为似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。不才于夫所不好乐，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师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富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
又有二诗，饮食美味以安生命，拂散经典开微乐听，十诗安身，法师牵神，一世虽快，法师为醉，是以比丘念也妙法，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，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缘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，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，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或处大众，心行莫懈，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。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生命，拂散经典开微乐听，十师安身，法师牵神，一世虽快，法师为醉，是以比丘念也妙法，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，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缘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，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或处大众，心行莫懈，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。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生命，拂散经典开微乐听，十师安身，法师牵神，一世虽快，法师为醉，是以比丘念也妙法，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，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缘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，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或处大众，心行莫懈，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。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生命，拂散经典开微乐听，十师安身，法师牵神，一世虽快，法师为醉，是以比丘念也妙法，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，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缘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，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
会师技法未曾另觅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士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懈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。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，夫散经典开微乐听，时事安身，法师牵神，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也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奇树之缘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未曾另觅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士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懈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。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，夫散经典开微乐听，时事安身，法师牵神，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也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奇树之缘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未曾另觅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士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懈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。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，夫散经典开微乐听，时事安身，法师牵神，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也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奇树之缘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未曾另觅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士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懈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。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，夫散经典开微乐听，时事安身，法师牵神，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也妙法，宣会莫痴，
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。闻如是，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于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悦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忠实不杀，会施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：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于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泯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。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，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事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也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。闻如是，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于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悦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忠实不杀，会施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：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于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泯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。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，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事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也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。闻如是，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于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悦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忠实不杀，会施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：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于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泯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。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，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事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也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。闻如是，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于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悦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忠实不杀，会施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：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于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泯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
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世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智无为。佛告比丘，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，一者静寂闲圣莫定，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生命，夫散经典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，一世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老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缘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，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未曾另立，遭执盛世捐荣礼道，是四雅行。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师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世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智无为。佛告比丘，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，一者静寂闲圣莫定，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生命，夫散经典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，一世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老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缘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，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未曾另立，遭执盛世捐荣礼道，是四雅行。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师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世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智无为。佛告比丘，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，一者静寂闲圣莫定，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生命，夫散经典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，一世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老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缘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，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未曾另立，遭执盛世捐荣礼道，是四雅行。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师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世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智无为。佛告比丘，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，一者静寂闲圣莫定，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生命，夫散经典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，一世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老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缘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
佛告诸比丘，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，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富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懈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。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施安身。法师牵神，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也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尘住。如是道法，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，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富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懈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。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施安身。法师牵神，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也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尘住，如是道法，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，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富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懈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。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施安身。法师牵神，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也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尘住，如是道法，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，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富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
破处大众，心行莫现；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；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事安身；法师牵神，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；是以比丘，念眼妙法，宣慧莫痴；即自洗濯，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，永度无穷。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。闻如是，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于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悦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忠实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：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于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；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；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事安身；法师牵神，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；是以比丘，念眼妙法，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，永度无穷。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。闻如是，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于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悦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忠实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：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于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；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；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事安身；法师牵神，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；是以比丘，念眼妙法，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，永度无穷。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。闻如是，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于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悦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忠实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：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于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；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；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事安身；法师牵神，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；是以比丘，念眼妙法，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，永度无穷。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。闻如是，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于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
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士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富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。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尘住。如是道法，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，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士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富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。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尘住。如是道法，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，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士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富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。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尘住。如是道法，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，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士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富有二法，若在闲宴，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。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。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
是以比丘念也妙法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，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，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另觅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或处大众，心行莫懈，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碎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生命，夫散经典开微乐听，时施安身，法师牵神，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也妙法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，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另觅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或处大众，心行莫懈，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碎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生命，夫散经典开微乐听，时施安身，法师牵神，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也妙法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，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另觅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或处大众，心行莫懈，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碎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生命，夫散经典开微乐听，时施安身，法师牵神，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也妙法宣慧莫痴，即自洗濯并净尘住，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，闻如是。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，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另觅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
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，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，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。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世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尘住。如是道法，永度无穷。乃明出家，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。闻如是，一时佛游舍卫奇树之缘，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，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，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，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。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世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尘住，如是道法，永度无穷。乃明出家，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。闻如是，一时佛游舍卫奇树之缘，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，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，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，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。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世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尘住，如是道法，永度无穷。乃明出家，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。闻如是，一时佛游舍卫奇树之缘，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，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终始不杀，会师技法，未曾令逆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，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，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或处大众，心行莫现，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。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世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演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尘住，如是道法，永度无穷。乃明出家，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。
文如是，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忠实不杀，会师技法未曾另立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。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或处大众，心行莫懈，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。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也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沉住。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。闻如是，一时佛由舍卫祇树之园须达精舍，大贤众千二百五十人。佛告诸比丘：有四雅行，智者常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恒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何等为四？孝事父母，月色养足，守人行慈，忠实不杀，会师技法未曾另立，遭执盛世捐荣履道，是四雅行。智者所尊，丈夫所修，达士所奉，不才渔夫所不好乐。佛时颂曰：智者称孝，敏命慈活，放施普给，超俗成绩，如是正业，明事所习，圣见已具，定志无为。佛告比丘：复有二法，若在闲宴或处大众，心行莫懈，一者静寂，贤圣莫定；二者博学讲论遂意，又有二师，饮食美味以安身命。夫散经典，开微乐听，时师安身，法师牵神。一事虽快，法师为罪。是以比丘念也妙法，宣会莫痴，即自洗濯，并敬沉住。如是道法永度无穷，乃明出家具足教了。佛说精进，比丘欢喜，作礼受教。